出租城有一个专用。哎呦呦呦呦，无法报一法伤，初始性不对，专用武器589加33。老板，这把专用，这把专用你是认真的让我看一下吗？这把武器不认真的看一下也没用。你说它是物理系吧，伤害太低，你说它是法系吧，它不加魔力，命中太高，特效是有神佑，但是它也没满足一个门派的 PK 的基础，它要神佑就属于也不属于锦上添花啊，它等于它以雪上添花，就是一个人在饿得要死的时候，你送了十个烟花礼炮，这是589的伤害，不是689啊，816除以3加589，861加133.33，19段996啊，然后再加上一个33乘以个0.57，加上一个18.81，这把武器的话160级啊，达标是1050/1013，但是带了个神佑啊，这把武器就是周渝民啊。周渝民的外号在流星花园里应该叫泪吧啊，听没听说过那句话，食之无味弃之可惜，这个就是泪啊，鸡肋。这个武器伤害再高40点啊，那都二话不说，这把武器伤害再高40点，1053的神佑存力的武器，花果山能用的，它就是一把神器。这把武器伤害再高40点就是一把起飞，它为什么伤害是589呢？哥，你原神用了多少的伤害再高40点就起飞啊？啊，太可惜了，这把武器其实仔细一看太可惜了，因为命中其实很少有这样的啊，命中很少有816的。